就是之前的话，他其实境外客户到中国之后，他需要先到我们银行来办一张境内的银行卡，下载第三方支付的软件，然后把银行卡绑定到这个三方支付软件之后，在银行卡里面充了钱去实现一个支付这么个动作。那么有了数字人民币硬件钱包或者数字人民币的 APP 之后，他自主就能完成一个操作，便于他们在赛事册或者城市册的日常消费。It was super easy and convenient, fast, 超快，就是只有扫描一下就买到我喜欢的东西。我去了，然后他们就教我怎么用那个 APP, 教的也蛮简单。